你好，我叫做燕国凤，我是燕凤明月剧团的资作人和艺术总监。燕凤明月剧团的使命呢，就是在加拿大推广和保存我们的粤剧文化，所以我们做很多免费的粤剧的幕后工作坊，是希望介绍给你们看我们在演出之前做什么预备工作，我哋嘅化妆程序，我哋点样装身，点样着咩衫啊？咁样，2023年咧，我哋安排咗喺素丽市做4个粤剧幕后工作坊。咁我哋已经做咗2个噶啦，仲剩翻2个，就系喺5月27号星期六喺素丽市嘅 Sam Yamo 图书馆，地址咧就系1815152街素丽市。第二个咧就系喺6月3号星期六，系喺素丽市嘅博物馆，地址咧就系17710 56A Avenue 素丽市。咁呢啲工作坊咧，我哋系介绍。首先由12点钟开始咧，我哋嘅演员咧就会坐喺度开始化妆，即系好似我哋带你去后台，我哋演出之前。咁你睇到佢哋每一個步驟，點解要用呢個顏色？點解佢哋要咁樣化妝？點解佢要咁樣畫眉？同埋佢哋點樣打辮子？然後最後佢哋著衫嘅程序。咁至到2点钟咧，我就正式開始介紹我哋嘅工作坊啦。咁我哋會有用視頻啦，會用即席現場嘅表演啦。同埋教你哋啲基本嘅我哋粵劇嘅基本功啊，好似水袖啊，點樣行圓台，點樣騎馬，點樣用我哋嘅槍啊，雙頭槍啊，點樣打啦、啊？呢啲就係我哋工作坊裡面介紹，而係你係冇機會會睇到嘅，除咗喺舞台上睇我哋表演嗰時咯。咁我希望你哋咧可以嚟參加我哋嘅工作坊。我哋主要咧都系希望多啲人喺加拿大喺温哥华认识我哋嘅粤剧艺术，帮我哋保留我哋嘅粤剧艺术。希望我哋演出，你哋嚟支持我哋做我哋嘅观众，系好诚心咁希望你哋继续支持我哋嘅粤剧艺术喺加拿大啦。因为其实系一个好艰难、好艰难嘅使命嚟嘅。在一个讲英语的国家，而保留一个讲广东话、唱广东话的艺术，我需要你们的支持，你参加我们工作坊。还有我们呢就在7月15号、夜晚7点在米高放肆剧院呢，我们会推出一出长剧，任伯的名剧《紫钗记》。我们也很希望各位来支持我们，到时我希望你们来看我们的工作坊，然后来看我们的戏，多谢，拜拜。